罗奈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。不知道你们在小时候看过七龙珠没？小编可是一个龙珠迷，在龙珠这个动漫里有一个叫做龟仙人的角色，每次看着都病恹恹的，而且形象还很猥琐。可是这个角色有一个绝招，那就是龟派气功，在危险的时候使出龟派气功还是很厉害的。在国外就有一个大爷非常的痴迷七龙珠，而且大爷还很喜欢龟仙人这个角色，他选择整容变成龟仙人。这个外国大爷整容了8年，终于满意了，他把自己给整成了龟仙人的样子。这个大爷的身材是真的好，这一看就是经常健身。这个大爷是一个美籍的越南人，他的好身材让很多的健身教练都羡慕。这个大爷之所以出名，是因为他在一个漫展上装扮成龟仙人，很多人看到后都以为这就是龟仙人呢，因为看起来实在是太像了。这个大爷现在已经退休了，他现在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健身。你们有多久没看龙珠了？时间过得是真的快呀。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。